亚洲最高溜滑梯，五层楼十二秒滑到底。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好，放松。这个五层楼高的溜滑梯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很壮观。高雄科工馆打造亚洲最高溜滑梯，总长46公尺，时速高达67公里，从上面溜下来只要12秒。好好玩，好刺激哦！每个体验民众几乎都难以控制，失声尖叫。比我想象中的快！嗨，妈妈，我上电视了。连科工馆馆长也来体验一下。哇，好棒哦！感觉到好像要会飞出去，那是一个离心力哦。但是因为它设计是偏高，所以就会转回来。这么好玩的溜滑梯，小朋友肯定超爱。不过它可是有身高限制的。125。我们去那边量一下好不好？你有垫脚机？不行啦、那个，不行。看过这么大的溜滑梯？没有啊，所以很想溜，是不是？这座溜滑梯即日起到明年10月开放，单次体验价80元，花280元买套票则可以玩4次。之前在英国启用时，3个月就吸引80万人次体验。台湾能不能破纪录，就看有多少人捧场喽。动新闻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，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